姊妹，我哋今晚共聚一堂，非常荣幸，迎请我哋敬爱嘅真福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嘅圣读。真福教宗约望保禄系我哋所熟悉嘅，佢嘅家言义行系我哋所敬仰嘅。在座中有啲兄弟姊妹亦曾同佢见过面。虽然真福教宗约望保禄现在已在天上为我们代祷，但是今天他的圣读来临我们当中，亦提醒我们要效法他的德表，和他一起作福音的见证。现在我们由真福教宗约望保禄所深爱的年轻人、相见人士、长者、教友、修道者以及神职人员，迎请真福教宗约望保禄的圣读，亦请真福教宗约望保禄为我们祈祷。真福约望保禄，你成日提醒我们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你要求我们积极成圣，你又说真正的圣德不是要逃避这个世界，而是包括尽力将福音体现在日常生活、家庭、学校、工作及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。真福约望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真福约望保禄，
一切都好在于时。真福若望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真福若望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维持喜乐的家庭，需要家长、仔女以及家中各个成员积极地成为彼此的仆人。真福若望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真福若望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真福若望宝禄，你在我要给你们仆者的劝谕当中，提醒我们神父应该有的睦邻爱德。你多次地对我们说，挖到深处去，你也多次地表示，每日为中国祈祷。真福若望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真福若望宝禄，请为我们祈祷。1979年8月19日，他就公开提到中国和中国教会。他说他无法亲自接触中国的天主教友，但在内心深处非常关心他们，而且每日为他们祈祷。他表示透过交谈，希望中国教会能够享有宗教自由，早日同普世教会达至圆满共融。在他的漫长任期之内，他一再表达了渴望合一和推进合一，就是他关心中国教会的动力和方向。1998年召开的亚洲主教会议之时，真福教宗若望宝禄二世召请了两位主教来到参加会议，他们分别是曼远的段荫明主教和他的助理徐之源主教，希望他两位能早日来到我们中间，为他们的团体的生命活力作见证。结果呢，在会议期间，会场里头时时都摆放着两张空凳，先教宗若望宝禄二世的邀请和关爱亦都擴闊了我自己的視野，增強了我自己個人對中國教會的關愛。第二個特點就是這位教宗對青年的關愛。事實上，對青年的關愛和激怒推動年輕人走近上主的意願，促使真福教宗若望寶禄二世創辦了世界青年節。他深愛青年，而年青人亦都敬愛他。我特別呼籲青年教友學習先教宗的方表，
勇敢回应天主的呼召，亦都入修院做神父或者修女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教区仍旧缺乏圣召，圣神修院目前只有15位修士。我希望呢，正如我在世青所讲过的，我们的修院呢是将个数目不是15，是调回转头去达到50次数。今年我们香港教区庆祝教友年，提出要向着成圣自己、圣化他人和转化世界三大目标努力，藉着注视真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方表和蒙佢代祷，这三个目标将会不能达至。